变形汽油，中药汉方美白，美肤宝美白小玉瓶，美肤宝冠名播出。这就是你家，这么这么好的个城市，住了个这么小的房子，就跟我在那边的生活差不多一样。我妈回来了，我没有后悔，我一直想家的。据说是在我两个月的时候就走了，然后在我七八岁的时候回来，我见他的第一面叫的是叔叔，像突然间多出来的一个东西。我们也发现了，只有这个我们目前这个房子没有水印。那么呢，今天这么安排，好，那么现在要的是什么东西？好，我给大家看一下啊。水泥前面的备料的话呢，第一，水泥的需要800到1000，在这个城全城里面，就他们家一个没有水泥的，所以我希望呢，解决了这个问题，因为他们孩子们的力量是有限的，那么我们就先把它做掉嘛。冯爸进行了分工，韩安然和何佩涵被要求清理前坪，张氏父子则被分配去挖沙。走啊，咱俩去干什么？我不用你去，不用，你自己去干去。不用，自己过去啊。行，自己干，行吧。让我思考一下人生。八车，这不纯属玩我的吗？八车，到底还是放心不下张汉文，张爸过来帮忙了。你干什么？过来想帮你。不用。你就想自己干，你滚吧，别过来。你就想自己干呗，你听明白话吗？过来想帮你干吗？一起干吗？你不要走吗？张文，你说话你就带着我。你说话有没有说？你是不是拿自己说话当放屁？这海洋就这样啊，你就不知道好累。你说话就是。准过一次没？你见该说什么吗？啊，你干你的吧。不愿和我合作，烦我，不让我过去，他自己来。刚才来的时候让他自己来了嘛，这不又来了，就不乐意了。这不又虚伪了，说话不算数了。你说你不来了，你又来了，你不就有病吗？你老跟着我干啥呢？这种想法。来咱俩就这么耗着，我看这一天也干不了，我还是走吧，跟他干。他不知道什么叫为自己说的话负责，都已经试着去接受他了。他让我怎么做？我相似的家庭背景，让潘江龙和马月祥走得特别近。中午有时候我妈不知道让我煮饭。我妈太忙的时候，她在那边搞东西，我就帮她煮。我妈最喜欢吃饺子又喝汤。
早就吃饭了，这不急着呢。你回公司干嘛的？那你怎么吃的？饭也没吃。你不吃了？等你。那对不起，我上班了，怎么弄啊？那你快吃，来，快来，不考虑，不可以吃去。不了，妈妈要上班，妈妈的事，知不知道？啊？是的，明天晚上上班呢。明天上班了，懂吗？师姐都说你听话的，你懂吗？你啥人都拿过来。不要喝了，不要喝了，不可能！你看人家小姑姑都挺好，要多吃一点，你才能长骨的。你看你都十三岁，你还不是马上想小的，懂吗？怎么讲呢？他这么小就小到像这样对我这么好。我们住大人的有时间，我对他也没有住好。妈妈工作忙，经常不能按时回家吃饭。十岁的马月香学会了做饭送给妈妈吃。寒冷的街头成了他们最温馨的餐桌。阿姨，你在这个工作那么累。马月强的爸爸是做什么工作的？马月强没有爸爸呀、啊，强没有爸爸，出车祸死掉了。我们家有姐姐、我妈妈、爸爸。爸爸也住在这里吗？啊、哦，但我有时候就回来。马月强上次他跟我说，就是叔叔嘛，他说他有时候帮忙后悔，叔叔有些时候后悔了，有些时候不悔。他感觉到自己没有爸爸丢人，懂不懂啊？他就说他有爸爸。告诉了别人，他就会觉得别人看不起他。就像我以前在家里也是骗过很多人，因为爸爸是根本是坐牢的，结果变成，我骗别人说我爸去打工，或是去当兵，我骗过很多人。我能理解他的心情是跟我一样的。你妈妈告诉我说你爸爸出车祸了，对吧？所以你一直都在骗别人，对吧？因为我现在非常担心你。我以前在那边，有些小朋友呢也就会说我没爸没妈的孩子，所以我就觉得我心里特别的不舒服，所以我就一直在骗别人。是这样说的话，人家会瞧不起我。事实我爸爸是不在世了。你是你们家唯一的男长，对吧？你想做个勇敢的孩子，不要再骗别人了。我们作为男孩子一定要坚强，不能退缩。其实更难过的是妈妈，她的苦衷从不曾向孩子提起。孤儿寡母，背井离乡，艰难地维系这个简单而温暖的家，为的就是让儿子获得在城市读书成长的机会。站着
就停在此了，我们这个家才能有幸福。因为真的原来都是靠我丈夫，现在我丈夫不在，然后我本来就把这个家放弃的完。我要成个男子汉，以后不要骗人，也不会伤害我，要真正的勇敢的说出去。潘建龙呢，毕竟到了南京，我们呢还真正叫了我一声爸。把这些他们家的事呢，我觉得不合适的事要改变的事，我就会把它做到头。看你这的，很有意思的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大功告成了，来击个掌。好，完成任务，完成，耶！我再给张宏有几套衣服脏了，我看看他俩那扔的，我就帮他洗一下。昨天前天拉沙的，我看累的早晨都起不来，这样我就帮他洗一下。不再跟张汉文硬碰硬，张爸想换个方式缓和跟张汉文的关系。因为张汉文他愿意吃甜食，去搞一点糖。你好，你家有白糖吗？没有，是吧？好，谢谢啊，谢谢。好，那个我想给孩子们，搞点菜，家里头需要点白糖。妈有，白砂糖啊，白砂糖，有吗？有吗？是吧？啊，好，太谢谢了，好，谢谢老板。有了这白糖，我又可以大显身手了。太好了，多漂亮，色香味俱全，太好太好了，很好。中午孩子们又有的新菜了，孩子们回来吃饭，来，饭做好了。张老板，饭我给你盛好了，放着放着。贝儿，你就喜欢在我眼前晃悠吗？不喜欢了，不想来陪伴你。别，你就别在我眼前晃悠行不行？恶心。他怎么能恶心你爸呢？爸爸对你这么好，怎么的呢？你好虚啊。那你说爸爸还怎么虚？不是，你偷偷带你100块钱呢？哪有钱？怎么回事？哪有钱？不，钱呢？什么钱？什么钱？张老板。嗨，还问我什么钱？看不着，还问我什么钱？张浩文呢？钱呢？我钱呢？那你怎么知道这个钱？那怎么回事？不，我问你钱呢。为了让大家都吃得好些，张爸偷偷把100块钱给了韩安然。钱是包在一张餐巾纸里塞给我的，我想把那张纸扔了，然后一打开我一看，里面有100块钱。然后我回来之后，我就给张汉文了。孩子，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，因为来了看你这三个孩子连肉都没有吃，就是爸爸在那什么的时候，你里头带了100块钱。你是大人不是小孩。那你爸所做这一切不是为了你们孩子？醉了。好爸爸，哎，别说了，这么多人，现在离我远点，你走不走？我没想到，你走还是我走？我没想到，你走还是我？你别说那些理由，你走还是我走？其实，我走。孩子，你听爸爸说一说嘛。听你说一说。
口口声声说来陪我来变形，他身为一个大人能偷摸带100块钱进来，这就是他所谓的变形。你是谁吧？我还是那句话，你是谁吧？你配做谁吧？我本来的意思是，当我来的时候吧，那个节目组把所有的就是我们的手机啊、钱物全部收去了，但是在我衬衣里头，我也忘了，可能因为件件拿的时候就没挨个去翻兜，在这种情况下呢，我也忘了这个事情。张爸没想到自己无心的犯错，却加深了儿子对自己的偏见。他不知道上什么地方，我去找找他。哎，那你要干啥呀？现在人少，刚才人多，爸爸没想你把那个缘由你说出来。别别，没有用。其实，哎呦，哎呦我的妈，我错了，天哪，我错了。我跟你唠，都是你的对，我的错，我要，都是我的错，不是你的错，你对，我要把这个，你起来，张文，你起来，不是我起来，我说你起来。张文，你怎么？我真希望我不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，我真希望。那你爸是？我真希望我不知道你。那我现在告诉你，我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你是个。跟我说我不是个男人。张浩文，你是。张汉文离去的背影，像乌云，厚厚的压向张爸的心口。他这个个性就是这种个性，他因为直的就是直的，弯的就是弯的。黑的就是黑的，白的就是白的。我这么做都是为他好，做了这么多事情为他，怎么就是我走不进他的心田，跟他俩沟通不了，他怎么就……哎呀！甩手离去的张汉文，心里的苦衷，又有谁知道呢？我和我爸的关系永远都这样。他永远都拿自己说的话当放屁，当耳旁风，你知道吗？从出生到8岁，8年，我是8年没见过我爸，不知道我爸长。只能在电话里听到。过年的时候一通电话，一通。我8岁见着我爸，第一眼叫的是叔叔。我一直说我是战士，战士。战士也有自己脆弱的一面，对不对？一次次的伤害就像谎言，勾合起心的防线，还有什么？你想怎么的？怎么逼事你自己心里有数啊？什么逼事？你怎么回事呢？啊，张文，你再说，就我那么说你，你怎么你还怎么的？你再说，
你再说一遍。我再说你呢，张啊，你再说一遍。那你不知道怎么回事吗？我要跟你好好唠唠。你太虚伪了，太虚了，真格的。怎么你爸怎么虚了？你说出来，怎么虚？怎么了？怎么事儿？你心里有数、啊。你把你心里话都说出来。怎么事儿？你心里有数。你爸来这么老远，怎么地呢？张恒文，口口声声说来陪我来变形，他身为一个大人，能偷摸带100块钱进来，这就是他所谓的变形。到底想怎么的呢？我去收拾衣服，你不不虚吗？这是你说的话。你想干什么？你不虚。我就打你，打我，必须打我！今天来，打我。打我，怎么的？怎么打回来？打你懂不懂啊？没事，老子让你打啊！还你老子、啊？你到底是什么？我什么？你是儿子？我是你爸。再说，打我是你爸。再说，我是你爸。再说，我是你爸。你混蛋！来，你打，给我起来！打我！你这么虚伪，你怎么虚伪？啊问你爸这么远来了，问你这么远这么远来了，你是我儿子的，你还怎么的？揍你个！我管不着你了，你啊！不，你怎么？你还想怎么的？太虚伪！你想怎么的？拿包马上回家！你说的？你想怎么的？你说的？你想怎么的？拿包！你能证明什么？你想怎么的？松手！不，你想怎么的？松手！我是不是太惯你？松手！我是不是这么容易太给你面子？证明你什么？证明你什么？不证明你行呗？这不是你什么了吗？来干什么来了？你真虚伪，是不是来变形来了？你真虚伪，变形你来虚伪，虚怎么虚伪了？怎么虚伪了？你想怎么的呢？咱没必要变形。那你想干什么呢？咱没必要变形。你不变形你怎么的呢？你这么虚伪，咱没必要变形。我虚不虚伪跟你变形什么事？你太让我失望。你对你爸哪不满？你起来。啊，张文，你实在让我失望。你实在你来干什么来了？你爸，你早就对你爸失望，你爸对你也失望了，咱就来变形了，咱来变形来了，变形孩子，你这叫变形，变形孩子，你起来，你不是我爸，我是你爸，你从今天起，你不是我爸，我没有这么虚伪的爸。张爸急切地想要走进张翰文的心。想用寸步不离的陪伴弥补儿子，张爸该怎么融化儿子心中的坚冰呢？你来虚伪！哎，再等着，受不了。别过来！